日前，由安徽省残联等单位共同举办的第七届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在合肥举行，全省十七个市以及省特教中专报送声乐、器乐、舞蹈、戏剧小品作品102件，共有423名残疾人参加了本次汇演。本届汇演作品展示了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弘扬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全社会对残疾人的支持与关爱。据悉，安徽省将从此次汇演中挑选优秀的节目和演员，组建本省残疾人代表团，全力备战今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争取取得好的成绩。